今年小二的同学呢选择这里呢当作户外教学的地方，其实主要可以学习到了真善美的精神。就以真来讲，我们的福智小学二年级的小朋友来啊，他们呢看到了这样不撒农药不施肥的这样耕种方式，就有很多的感触，就会很主动的发言问问题。譬如说有个小朋友就问到说，哎，是不是不施肥不撒农药呢，所以我做的用这里的东西所做的香包就可以驱蚊呢？好，就会有因果关系的这样的一种问法。那我觉得这是小学我们的同学呢非常特别的地方。那第二个呢，善良的部分，我发现到说我们的小朋友来到这里，他们会非常的自然的关怀别人。这种良善的互动，其实他来到这里啊，跟着那个老人家，牵着老人家的手，然后就去探索那老人家的老房子，看了他们老房子的工具，还有呢，老房子呢留下来，老房子的主人留下来的这些画或者是书法，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很良善的跟着阿嬷一起去呢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方，那觉得非常好，非常的良善的一种互动。在美的部分，其实我看到了呢，在带领的义工或者是老师们对待跟这些小孩子们的互动的时候，其实是一种师生之间呢学习，还有互相勉励、互相鼓励，然后互相规范的这样的一种规矩，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种场面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小孩子很容易就能够进入学习状态，他们很快的被引导以后，很快其实就会静下来在学习的这种态度上，那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可以看到的一种真善美的内涵。
这一次的小二户外教学，非常非常的感谢小二中班和校班两班的家长合作起来，团结无间的共同护持我们师生到桂林村参与户外的学习。这一次的户外教学，无论是从交通、饮食、餐点，尤其是课程种种，我们每一个老师和同学都觉得非常的好，觉得非常的开心。那在此呢，非常的感恩各位家长，谢谢您的付出，谢谢您的护持。那我们每一位老师跟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，我们还期待下一次的户外教学哦，谢谢。二三。